别拒绝我，你是不是还想着离开？我走得了吗？没错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 走啊，顾总，乔秘书，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别拒绝我。烫伤处理好了吗？ 你既然知道我受伤，为什么还要逼我给白云擦鞋？谁对谁错对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那种场合，你不能给我惹事。乔静，你不是不懂事的人。 我还不够懂事吗？我一直在等，等你什么时候告诉我，你要跟白云结婚？谁告诉你我要结婚的？别在外面听那些风言风语，回来就疑神疑鬼。还没确定下来的事情，你急什么？ 今天为什么回来？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你是不是还想着离开？我走得了吗？ 没错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